特别邀请数位设计公司制作 AR 大视野，利用传统与科技的结合是展览的一大亮点。我们也算是在地创生，因为结合了很多在地青年一起来跟着艺师在他的制程里面过程里面，我们来做一个观察跟记录跟剪掉，然后我们就一比一的方式用 3D 技术的一个建模来重现。那这个是一个很好传统的一个技艺跟现代科技的一个结合。